哇，妈妈，那边有橘子哎！别烦我，我在拍照。小糖糖，小糖糖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叔叔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哦，二哥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么高一个孩子戴了个黄色的帽子？没看到。谢谢你啊，大哥。喂，糖糖，小糖糖走丢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连个孩子你都看不出，你有什么用？还坐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找啊！美女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么高一个小孩戴了个黄色的帽子啊？好像在那边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把小糖糖给我放开！拐卖儿童，你知道罪有多重吗？根据我国第214条刑法，拐卖儿童者，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。还给你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好。妈妈，我棒棒糖吃完了，我想要买棒棒糖。哎呀，棒棒糖吃多了对牙齿不好。我就要，我就要。我要回家了，我不管你了。嗯。哇，大棒棒糖耶！小糖糖，想不想吃啊？想啊。你把你的奶瓶来给我换呀。好啊，谢谢哥哥。啊，我棒棒糖，我儿子奶瓶怎么在你手上？拿棒棒糖跟他换的呀。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棒棒糖啊。傻，给我滚。来，儿子，谢谢妈妈。走，我们回家了。啊，哎，你们的外卖到了，谢谢啊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这豆浆就这样给我们了，怎么喝啊？对呀、啊，里面不是有吸管吗？哦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还是喝不到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这豆浆还是喝不到啊？你得给我解决啊，不然我投诉你啊！那是吸管的问题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不管，你就得给我解决，不然我投诉你。哎，真是拿你们没办法。啊，现在喝吧。哎，谢谢你啊，终于喝到豆浆了。快给我也录一下吧，我还赶时间呢，警察直接送给你吧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终于喝到这豆浆了。对呀、啊、不容易啊。妈妈妈妈、我们都还没想你呢，你哭什么？我找不到妈妈了。小糖糖这样也太可怜了。对呀、啊、我们帮你找妈妈吧。小糖糖妈妈，你在哪里呀、啊、小糖妈妈，妈妈，叔叔，你们找到了没有？我们也没找到啊。现在怎么办？哎，小糖糖你先别哭，我们肯定能找到的。对呀、啊、我们再找找看。叔叔，你找到我妈妈没呀、啊？没有啊，那我们再去找找。啊！妈妈！嗯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小糖糖，你怎么这么久才找到我？我都睡着了。你们在捉迷藏？是啊。真好玩。有赛车，呜！我有小猪佩奇，我有篱笆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？你连玩具都没有，谁跟你玩了？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他们笑我没有玩具，不跟我玩。没事，妈妈用泥巴给你做一个。妈妈给你做的小猪佩奇。哇，谢谢妈妈。走，儿子回家。啊，还有猪猪侠，我有独角兽，我有大石头。你玩具都没有，看我们的多可爱。姐姐，我想跟你们一起玩。你妈妈不是很厉害吗？叫你妈妈给你做啊。妈妈妈妈，怎么了儿子？我也想要个玩具。哦，
的小熊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你妈妈真厉害。我有棒棒糖，我有狐狸，养你养你养你。我有棍子。自己玩去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有玩具，他们都不跟我玩。没事，儿子，妈妈给你做。哦。儿子，来给你的兔子。谢谢妈妈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肚子痛了一下。妈妈，你肚子这么大，是不是生病了？事已至此，妈妈只能告诉你了，妈妈怀宝宝了。啊、以后你的玩具要给弟弟玩，啊、你的衣服要给弟弟穿，啊、你的零食要给弟弟吃。啊、来，小糖糖抱抱弟弟。我不要弟弟。哥哥，有啊，你看什么？这火花地把我挡住了，过不去啊！你绕过去嘛？怎么绕啊？你看着啊！你这绕过去又绕过来，你都把我绕晕了！哎呀，你跟着我做就行了。哦，你看是不是过来了？还真是哎，走吧。你怎么又停下了？这拱门把我挡住了，过不去啊！哎呀，就跟刚刚一样，绕过去不就行了？怎么绕啊？你看它，你看，这样不就过来了吗？哦。你看是不是过来了？还真是哎，你可真聪明啊！那当然啊，遇到困难我们要多动动脑子啊！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！不用谢，嘿嘿嘿。哇，大哥哥，你吃的什么呀？冰淇淋啊，你没吃过吗？我也想吃。你想吃，叫你妈妈给你买呀。妈妈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哎呀，这么热的天气，不适合吃冰淇淋。我就要，我就要。卖冰淇淋的走了。不吃了，走了，回家了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给我拿过来，来，儿子给你。喂，妈妈冰淇淋好好吃哎。儿子走，我们回家了。